掌声欢迎创业名人三期24届环宇领袖 Spencer Choi。各位朋友，各位伙伴，我是 Spencer Choi， 大家好。我曾经打工，所以都是曾经试过做一个上班族，亦都曾经移民，亦都曾经创业，亦都同这一间的创业平台合作了超过30年的时间，所以我用了它的产品有30年，我吃了它的保健产品25年，那么 OK 啊？所以刚才 Pony 食用了6年，你可以放心用，有排用。所以其實我只覺得今天我們很開心，我們今天呢其實在一個這麼開心的一個環境，我相信大家每一個人去到這一刻都應該都是充滿了很多快樂的細胞和快樂的個能量，對不對？那今天其實我們很多謝 Terence 和我們幾位的非常有料的分享者和我們一起去分享 Pony 啦、向師傅啦和 Dr. Mac 和我們一個很好的分享，將他們很多專業的知識和將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聽。所以我相信我們在座每一位其實都是茅塞頓開，獲益良多。我們再一次一個很大的掌聲給我們的今天這麼多位的嘉賓。在這裡我想給一個圖片，給一個相片給大家去看看。這個是一本書的封面，它的作者是一位美國的作者 Susie Moore。他本身其實是一間財富500強公司入邊嘅高管，後尾嘅時候咧，成為咗咧好多商業同埋創業嘅顧問。咁啊出咗呢本書嚇，我想問下大家，呢本書入邊呢個封面入邊咧，你睇到嘅係當老闆下班啦，淨睇到嘅就係下班當老闆咧？呢個咧係兩個咧完全唔同嘅身份同埋心態嚟嘅。看到下班当老板，这个当然一定是什么啊？打工仔啦。但如果听到看到、sorry， 看到当老板下班，这个应该是打工仔心态。但如果你看到的是下班当老板，当然这个是一个创业人的心态。OK， 当老板下班而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人有没有啊？老板放工了，你觉得很开心了。当老板下班而你觉得很开心的人，其实他们都因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代表着一般的打工仔的那个生活。打工仔的生活其实是怎样的呢？年头希望工作平稳，年底的时候希望升职加薪，对不对？当然其实他们是手停口停的，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可以活到老做到老，总之有得做就可以了。那么闲时买下马仔啦，炒下股票啦，係嘛？所以上個禮拜嘅當時個股票瘋狂，大家有冇執到啊？咁然之後耐唔耐嘅時候咧，亦都買鋪六合彩啦，係咪啊？一億彩池，咁啊好希望啫嘛！一鋪搞掂嘅時候嘅話，咁你就點樣咧？可以係一世無憂啦。所以我想問下大家，琴日嘅時候有冇邊個係買咗一億六合彩入邊其中一部分啊？有冇人中咗喺度？所以中咗個冇喺度，冇錯啦。我相信其實這個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打工仔的個心態、okay？ 但是倒翻轉嘅，如果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下班去當老闆，這個就是一個創業者的一個心態。而下班當老闆的人，他們都是開心快樂，他們的快樂來自什麼東西啊？是當他們的潛能能夠可以好地去運用到同埋發揮到出嚟嘅時候嘅話，依、這個就係佢哋最快樂嘅。佢哋嘅快樂喜悦係嚟自於依一種嘅成就感。所以我覺得其實咧，依一個圖片依兩個比較，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嘢，俾我哋睇得到嘅就係兩種唔同人、兩種唔同嘅個心態、兩種唔同嘅個結果。其實喺疫情之後。在疫情之後的這幾年，世界是變得很快，也變得很大。詩人狄更斯他說過一句說話，他說現在是最壞的年代，現在也是最好的那個年代。如果我們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一定是會被社會、被這個時代所以淘汰。
但如果倒返轉，我哋能夠可以將自己去增值，不斷嘅去學習，追上呢個時代嘅時候嘅話，咁你會發覺而家周圍其實係一個充滿咗機會嘅一個年代。所以究竟我哋點樣睇整件事，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整個呢個環境，我覺得相當之重要。今日 Terence 話到俾我哋聽一樣好重要嘅説話，佢話我哋整個嘅大健康產業、保健嘅呢個產業，或者 fitness 運動呢個產業，其實入邊有危，亦都有機。佢讓我哋睇到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塊嘅板塊嚟。當然啦，入邊講咗好多喺呢個行入邊喺呢幾年所發生嘅好多呢個動向、呢個事情、好多呢個潛力。但係佢更加俾我哋見得到一個趨勢。而剛才咧，其實 Terence 一番説話咧，都令到我好深刻嘅。佢就係話。他说这个产业其实跟商机是紧好一个很密切的个关系，是紧紧扣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个机会来。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究竟我们去怎样去看整件事呢？我们怎样去部署我们自己呢？这样很多的这个产业里面的从业员，今天很多我知道有一些产业从业员其实今天都在这里，又或者在座很多今天来听的很多朋友是对这个产业其实是很有兴趣的，或者可能对保健界是非常有兴趣的。大家试试这样想一下，就算我跟运动保健没有关系都好，但是在你传统的工作里面，你的岗位里面，究竟我们所卖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样其实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今天特別可能我剛才所講到的，可能好像這些教練一樣，或者很多的這些朋友，如果你今天所賣的是我們本身的一些專業的知識和專業的技能的時候的話，其實我就是那個產品，我就是那個產品。而做的這個的專業的這個產品這個方向，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是怎樣呢？我們希望能夠可以去將自己的這個能力再去提升它。Okay?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说其实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工作，当我们要去发挥的时候的话，我们是要不停地将我们自己的这把刀一路去磨砺它，将我们的能力再去提升它，因为我们很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可以更加好的一个发挥。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所说的，为什么要将希望能够将我们今天各位这么多位的不同的主讲者所讲到的东西，我们能够做到一个融合，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高的层次里面去发挥，去发挥到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在今时今日我们发觉有一个趋势的，就是专业的人士，无论是在哪方面的专业，专业的人士都有一个趋势，就是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很希望就是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希望能够得到更加高的一个回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虽然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的产品，一个产，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不停将我们的这个产品去卖出去。我们所最容易做到的，就是不停将我们的时间再去增加它。Okay? 可能我每天本来做10个钟头的，但是因为我卖的是我本身这个产品，而我要一下就将我的时薪去提高它，或者我将我的劳动的时间再去提高它，这样才能够增加到更大的个结果。但是我想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试试再站高多一线，一个更加高的层面的时候的话，其实有更加多不同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去看一盘的，去看任何的一个的生意，或者去看一个的成功，我只觉得就是说这三个的主要的因素，这三个元素的那个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平台和人，这三个的元素是令到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结果都会不一样。我们先讲产品先。好像我刚才所讲到，如果产品我们本身本人就是一个产品，那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产品令到它更加的值钱呢？所以大部分人是用劳累，是用时间，增加时间令到大家更加劳累，而能够 去增加他们自己本身有的那个结果。不过呢，大家就试着想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我不是只是说在将自己的这个专业和知识去卖出去，我另外可以再加入一些元素，加入一些实体的产品的一些元素，加入一些可能是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行业
有關的一些實體產品，譬如可能就是保健的產品，譬如可能就是 beauty 的產品，譬如可能就是 wellness 的產品的時候的話，而再加上這些產品都是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可能有需要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去繼續去消耗，都繼續會去使用，其實所產生的是一個循環使用的一個模式。當是這樣的時候的話，其實是不是可以能夠發揮得更加之好呢？也都將我們大家所做的產品的那個範圍能夠再加闊它，不是只是賣緊專業的技能和知識，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有一個可以能夠有持續性翻單性的那個產品。如果在運動界的話，產品當然波鞋都是很好的產品，是不是都是運動員所需很需要用的產品，可能是運動服裝、運動衫都是大家很需要的產品。但是大家試想一下，這些都是消耗品，波鞋你每天在跑步的時候的話其實是會消耗了它，但是是不是翻單很快的產品呢？是不是翻單性很強的那個產品呢？所以其實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的就是在這個產業裡面，其實保健產品是佔了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環節。當然保健產品能夠補充到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的很多一些不同的不足，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其實保健產品當是一個好的產業的時候，當一個很好的產品的時候，其實保健產品在整個市場裡面亦都是一個很強勁很快的一個消耗品，在商言商，這個是一個不斷上升而且很大的一個板塊。所以今天試下想想，如果你找到一個好的牌子，找到一個好的那個品牌的好的產品去一起合作的時候的話，其實我是加大了我一個很重要的業務。而第二件事很重要是什麼呢？當然是一個平台，平台讓我們所做的業務可以能夠細水長流，平台是讓我們所做的事情能夠可以系統化，可以系統化，可以大規模地去做到一件事。一個好的個平台是令到你所做的那個工作可以成為了一個生意、一個公司、一個企業，再不是只是做自己單打獨鬥的一些事情。所以跟平台合作是非常重要，一個好的平台可以幫大家去做到產品的研發，可以幫大家去搞定了很多牌照稅務的很多問題，一個好的平台可以幫大家做到科研，可以幫大家去做到物流。所以跟平台合作就跟我們自己單打獨鬥很不同的一個結果。以往我曾經當我做生意的時候，我都是從一間自己的店鋪去開始，我做零售、批發，後來做代理。但是在中間的那個過程，我看到的就是當你自己只是 one man band， 即是自己一個老闆去處理所有的挑戰困難的時候的話，其實是勢孤力弱。但是如果能夠跟到一個堅實的平台去合作，我們可以用到一個平台的資源的時候的話，那你會發覺平台成為了你一個最重要的那個後盾。所以有沒有去揀選到一個好的平台，大家可以能夠去合在一起呢？而第三部分呢，我覺得是人可以這樣說，就是說人是三樣東西裡面最重要也是最活生生的那一環。因為這裡人所說的是什麼東西？就是我們怎樣跟周圍的人的那個關係，可能是一個供應商，我是一個產品服務的供應商，我是一個技能的供應商，跟我後面所有人的那個關係其實究竟是怎樣。在傳統裡面，我們可能是對著個別的一些客人，可能我今天有一個客人，我有一個個體數的客人，或者可能我有十個客人，雙位數的客人，或者可能我有百位數的客人、okay? 但是在傳統裡面，當我如果要去提供技能或者服務的時候的話，如果對著這一班的人其實已經有一個吃力 的情況出現，我不可以沒有客，但是太多客我也都應付不了。因為為什麼？我所做的只是單打獨鬥的個工作和個事情。所以我只覺得在整個做生意的過程中，人的這個部分很巧妙的是什麼呢？你沒有了它又不行，但是你有它對你來說有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個頭痛，很大的個壓力，是吧？今天剛才 Terence 也有說到壓力，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在所有生活在今天香港地的社會中也都有相當之大的個壓力。但是人和人的这个关系应该怎样去处理呢？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个体怎样去面对我们所有的客群呢？这样。所以呢，在人的这个板块里面呢，我觉得很微妙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卖的不应该只是得能力。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okay? 能力也是很值钱，但是今天影响力比能力是更加厉害。所以怎样能够发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影响力呢？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很多的从业员，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很多各方面他们的专业的个认证，他的最值钱的地方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影响力可能来得比个能力是更加有效更加犀利。所以一个人群，人群这件事，我觉得怎样我们能够可以做到群众的那个事业，群众的力量才是最犀利。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将生意带去 social media， 带去社交媒体，产生自媒体，就是因为他们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我借助了 social media 或者产生了成为自媒体，我的影响力不是再对着几个人数个人，我是可以对着无穷无尽的这么多人，这个就是那个威力。但是怎样能够将三者去好好地去结合它呢？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岗位里面，无论你做哪个行业都好，如果我没有想到这三者的那个结合，即是说我没有找啱到好的那个产品或者服务，我没有找啱到对的一个平台，我亦都冇谂到点样去组合所有嘅人群，我只系好努力埋头苦干做紧是但一样嘢嘅时候嘅话，我哋系做紧劳动嘅嗰个工作，所以得到只系一个劳累嘅嗰个结果。就算你加把努力，我哋所做紧嘅只系最多系一个递增嘅嗰个结果。但系如果你今日懂得同呢三者一齐去合作，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什么？这个叫做一个共安的道理。所以呢，古人阿基米德他说一句话，他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移动整个地球。所以所有伙伴，所有朋友们，这个支点是什么？这个支点就是一个共安。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我跟我合作了，我跟这间公司合作了这么多年，这间公司这个平台对我来说，其实正正就是一个能够可以借力共干的平台。什么是借力？其实共干就是借力，四两拨千斤，是将不同的我们很多不同的优势和不同的资源组合起上来，然后去做到一个更加大的效果，令到每一个 parties 都能够可以在里面去共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共干的个道理。所以美国如新企业 New Skin Enterprises 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业平台的一个公司。它在全世界成立了40年，在美国开始，亦都在美国的主板纽约去上市、okay? 而亦都是专注下去做好 Beauty 和 Wellness 的一个产品。这间就是一间这样的一个公司来。所以这间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它说它是用一个创业平台模式去跟大家一起去合作，希望能够帮到很多人跟这间公司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共光效应，发挥你的优势，发挥你的强项，但用同公司的资源大家结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呢， New Skin 现在的使命是希望做什么呢？他希望真的成为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结盟的创业平台。其实结盟创业平台 Affiliate Program 很多朋友今天其实都是耳熟能详，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为什么呢？ Amazon 或者可能是 Uber 这些都是一些在外面坊间你能够找到的一些 Affiliate Program 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些结盟平台。但是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公司，他们容许大家去做什么呢？去做加盟，你可以加盟他的这个企业跟他一起去合作，但他不容许你去做结盟，他不容许你去结盟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扩建，去建入更加庞大的个团队，他只是容许我们每一个个体去跟他做加盟。而 New Skin 刚好所给我们的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容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去结盟身边有志同道合、有能力、有心、有志向的人，大家在一起去合作。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大，都是很重要的个分别。所以 New Skin 公司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投资者，它是开发我们的产品，研发产品，它做了所有的一些牌照、物流各方面的所有这些支援，
但是公司他不做生意，他将做生意一部分交给他一班的加盟商、结盟商，即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由我们 去分享产品，去分销产品，由我们去建立我们背后的团队，建立整个的这个人才的这个架构结构，去带领着他们。所以这个分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partnership。这个情况亦都产生了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可以令到一个三赢的局面，公司可以更加专注去做好它的产品，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可以同一间公司去加盟，我们可以共帮在它的力量里面去发挥自己，而顾客客人亦都能够赢，因为为什么客人可以用到很优质的产品，不过客人可以好像刚才 Pony 的 case 一样，他用得好的产品，他可以成一个由一个消费者，他可以转化成为一个经营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所以呢 New Skin 是一间什么公司呢？其实他是一间用科研和用创新成为我们自己基因，一路去很注力 很大力去做好科研和创新的这个工作。公司既然不需要花特别的钱和资源去做上架、去做卖广告、去做包装，他就专注做好很好的产品，做好我们的 wellness 和我们的 beauty 产品。所以其实 New Skin 在这么多年里面呢，也都真的成为了一间在业界里面，在 wellness 的 industry， 在 beauty 的 industry 里面，其实真的是一间世界领先的公司。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奖项拿过，今时今日要成为第一是很难的，在哪个领域要成为第一是非常困难。但 New Skin 就是我们很多年在业界里面都拿过很多第一，譬如好像我们的居家美容仪器一样，这个是新鲜滚热辣，2023年 Euromonitor 再一次评选 New Skin 成为世界 No.1 的居家美容仪器品牌公司。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拿着部 Wellspa 在这里用，在这里用 Wellspa。 我经常都会这样讲，我会这样讲的，就是说当然你有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牙医？你会不会看牙医的？会。你几时会看牙医？当你牙痛的时候看牙医咯，当你剥牙的时候看牙医咯，当你要洗牙的时候看牙医咯。你会不会日日看牙医？你都不想日日看牙医，但你会不会日日刷牙？因为刷牙是护理， New Skin 今天的产品平日就是护理，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那你真的找专家去帮忙行不行？但是我们平日我们护理用什么东西？就是用我们的产品。所以 New Skin 不只是在它的 beauty 的 product 里面，或者我们的美容仪器我们非常强，我们的保健产品也都是非常强，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歌。第一， New Skin 的 weight management 的这个品牌，我们在很多个不同的地区国家市场里面都拿过第一，譬如好像新马，好像在南韩一样。但是刚刚也都是新鲜滚热辣在香港， Euromonitor 去年也都评选香港的 New Skin 的 Farmless 的品牌，我们入面的我们的 multivitamins， 我们的综合营养补充品成为了香港 New Skin， 不是，成为了香港第一的综合营养补充品品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的实证，这个证明了我们的产品，刚才Matthew 所讲到的公司所有的一个 6S 的个品质的个保证，等于好像做药的一个很重要的个标准一样。我们可以令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怎样系统化，很重要是安全化，亦都能够实证化。如果今天所有消费者最重视的就是安全问题，这个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而接下来 New Skin 更加犀利的就是我们都关注到所有人的那个，不只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皮肤的健康，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大家精神的健康、情绪的健康。所以 mental wellness 是现在跟着下去来一个最大的个板块。而在这里面其实也都讲到了，全世界 93% 的人都对他们 的睡眠压力、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实这几样东西里面他们都觉得一定有一些或者是多过一些问题。所以 93% 的人都觉得自己其实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需要。市面上有很多一些不同的其他产品，都或者可能尝试去解决其中间的这些问题。但是 New Skin
在今年，在今年年底，在明年，我们会正式一个新的一个板块，新的系列，我们去在从一个 holistic approach， 就是说一个全部整体综合的一个这样的角度，我们去解，我们去看回怎样能够将我们睡眠质素去提升它，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压力，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记忆力。大家想想，你睡得不好，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你就觉得怎样啊，好像周身不聚财，跟住落去咧，啲嘢又會唔記得，又唔會專注。你又唔記得嘢，又唔記得專，又唔好專注嘅時候嘅話，你情緒會唔會好啊？一定唔會好。情緒唔好，夜晚瞓覺好唔好啊？又係瞓唔到。所以呢個永遠唔係單一嘅問題，呢個係一個 cycle， 呢個係一個惡性嘅嗰個循環。News Skin將會有新嘅系列產品，係去將整個問題，將呢個 cycle 去打破佢。所以有好多好好嘅未來。所以大家成日咁諗下，就係、話今日 News Skin 所俾緊嘅，佢唔係淨係俾緊產品。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今天 New Skin 是真真正正它是提供机会给所有的人类，它凭着希望能够可以组合到很多有心的人，我们成为一股善的力量，凭藉着一个筹报优雅的一个事业机会，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我们赋予你和所有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那个力量，这个就是今天 New Skin 所给我们的一样东西。所以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做 New Skin，在这里我也很希望真的代表着所有的这里的所有的朋友，我们所有的伙伴，代表着 New Skin 公司，我们邀请在座好所有的有心的人和 New Skin 企业一起做一个战略性的那个合作，将你的优势，将你的强项，将你的资源可以和公司这么好的平台大家去结合，然后发挥一个更大更高的那个效果。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结合，一个很有意义的合作，因为它无形中将你的那个资源再提升了它。当你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膊上面的时候，你会站得高，你会看得远。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New Skin 所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是我以前，是从前的我。我想我都跟一般所有人一样，大学毕业之后在中环的一间测量师楼里面做上班族。移民去到加拿大，跟住自己开始创业，做玩具零售批发同埋代理，亦都有好几年嘅嗰个时间。但系当时咧，系我太太将 New Skin 嘅机会交俾我，中间故仔唔多讲。但系好重要一样嘢咩嘢咧？就系当我做咗一个决定嘅时候，一生改变。所以所有伙伴，其实我自己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就系你个心里边嘅嗰个 calling， 你个呼唤，其实究竟系点样？有时未必一定系理性，因为你冇接触过，你唔明白，你好难作出一个决定。但系今日你睇下台下所有我哋今日上台，为我哋去分享同埋去无论故事，无论可能讲解嘅，我哋每一个嘉宾，我发觉今日咧，其实咧有好犀利嘅一班人，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智慧高，第二样嘢颜值高。第三样嘢体能好，第四样口才好，系咪个个都好叻啊？所以大家试下谂下，你今日当你睇完之后，今日听完之后时候，如果你有个好嘅嗰个感觉，你有信心嘅时候嘅话，我觉得你俾自己行前嗰一步去同呢个平台去合作，无论喺产品嘅层面，无论可能系喺分享嘅层面，无论可能喺成个机会嘅经营嗰个层面都好，非常之值得。所以咧，有人做 New Skin 每个原因都唔一样。有人在 New Skin 入边可能得到的是他的成就，有人做 New Skin 希望成为一股的贡献，去帮到更加多不同的人。有人去做 New Skin 可能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将来过到一个他们只想过的理想的那种生活的那个模式。无论怎样都好，我觉得每一个原因都是一个好原因，我亦都非常的尊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当你今天去参与 New Skin 的时候，无形中你是给了你自己和你心爱的人多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这个机会就是你将会遇到一个更加好的个自己，因为 New Skin 就是可以成就到一个这样的个结果得回来。所以为什么你发觉在 New Skin 里面呢，一班做得好的班，一班开心的人，他们不只是做几年，他们不只是十年，他们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呢？然后跟着先游埋之后的时候，他们的仔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跟着阿孙又来了，又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只要这间公司的初心保持不变，只要这间公司与同大家合作这颗心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个就是未来的那个结果。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唔好淨係眼忙碌住望住你自己眼前四塊街磚，唔好淨係低頭望住佢。我覺得呢個時間大家應該抬起頭望遠啲，你係仲有夢想嘅，你係值得更好嘅。所以喺度希望大家，我哋大家希望都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合作。如果今晚听完晒之后有个好嘅感觉嘅话，请你同你带你嚟嘅介绍人，大家倾下问下，点样可以一齐合作，一齐去开始。喺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美满人生。多谢各位 ，thank you。